今天不养生，明天养医生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养之道，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。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数据，当被诊断出患有十种常见癌症时，病人的中位年龄为乳腺癌62岁、肺癌70岁、前列腺癌66岁、结直肠癌68岁、膀胱癌73岁、黑色素瘤63岁、甲状腺癌51岁、肾癌64岁、白血病66岁、所有癌症65岁。其中60到64岁的人患癌症的风险最高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，最近几年来癌症的发病率逐年攀升，年龄越大患癌症的风险就越高，这不免让中老年人很是担忧。让他们纳闷的是，为什么60岁以后却容易患上癌症了呢？今天我们就来揭晓答案。为什么60岁是癌症高发的年龄节点呢？一，癌症的发展有潜伏期，人的身体上有数十万亿个细胞，不停地死亡和再生。癌细胞也是正常细胞突变而来的，因为遗传、受到病毒感染、辐射或不良的生活习惯等，使得 DNA 受到破坏，导致了基因突变，从而形成了变异的细胞，最终发展成为癌细胞。癌细胞根本不受身体控制，不断地进行有丝分裂，并且出现增大。另外，免疫系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差，体内的免疫系统扛不住癌细胞，从而促进了癌细胞的增殖，这种癌细胞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肿瘤。从正常的细胞突变到癌细胞，然后再变成肿瘤，需要10到30年的时间。二，接触的致癌物质多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负荷也持续性的增加，致癌物质也会在体内蓄积的越来越多。80%的癌症病因来自于外界的致癌因素，尤其是化学性致癌因素，常见的有甲醛、苯、芳香胺以及亚硝胺化合物，还有氯乙烯等等。聚乙烯广泛应用于家用器具和产品包装，会增加患淋巴造血系统、呼吸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癌症风险。腌制和烧烤类食品中含有的亚硝胺化合物，这是导致食管癌和胃癌的主要原因。年龄越大，接触致癌物质的时间也会随之延长，使得致癌物在体内积聚，从而增加了患癌症的风险。另外，年轻时不注意身体健康，高盐饮食和吸烟酗酒等可累积肺部和胃部器官，长时间熬夜和睡眠不足会使得内分泌紊乱，降低了抵抗力，增加了患癌的风险。除此之外，中年人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，焦虑或抑郁等情绪没有及时的调整，也可以诱发癌症。三，身体素质下降，上了年纪之后，身体上的各个器官逐渐衰退，各项机能也不断退化，慢性病也随之而来，如三高、糖尿病以及冠心病等。就拿糖尿病来说，中老年人新陈代谢的速度慢，所需的碳水化合物量小，导致葡萄糖耐量降低，加重了胰岛素抵抗，进而引起了高血糖。若血糖居高不下，会诱发一系列的并发症，甚至增加了患上胰腺癌的风险。但是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40%的癌症都是可以预防的，只要做到下面几点，癌症想缠上你都难。日常常按揉五穴位：一、血海穴，血海穴属足太阴脾经，脾经所化之血在此聚集，如大海纳百川，故名血海，有化血为气、补血养肝之功效。血海穴位于大腿内侧，取穴时可以坐在椅子上，五指朝上，手掌自然张开，用掌心盖住对侧膝盖，大拇指端所落之处便是此穴。在按揉时，
可将两手的大拇指重叠放在血海穴上，每一侧三分钟依次按揉，力度以能感觉到穴位有微微酸胀感为准。操作的最佳时间为上午的9到11时，这个时辰是脾经精气运行最旺盛的时候，人体的阳气也正在处于上升的趋势，其运化脾血、养护肝血的效果最为显著。每日坚持按揉，可以预防子宫癌、乳腺癌、前列腺癌、胰腺癌等。二、列缺穴。列缺穴属于太阴肺经，列缺穴作为手太阴肺经的主穴，有疏风解表、补肺益肾的作用，主治伤风感冒、头项强痛、咳嗽气喘、咽喉肿痛、口眼歪斜等。同时列缺穴还经过任脉和大肠经，是三经交汇处，因此对于肺经、大肠经和任脉诸经病都具有很好的调节作用。任脉本身是阳脉之海，列缺穴补肺益肾的功效也来源于此，对于肾阴不足引起的糖尿病、耳鸣、口眼干涩、小便热、遗尿等都有良好的调节作用。取穴时可将两手的虎口相对自然交叉，一手食指按在另一手桡骨茎突上指尖下凹陷处，也就是脉搏搏动处，就是此穴。作为日常保健，采用食指指腹指压列缺穴，1到3分钟为一组，每日重复5组，可以预防肺癌、咽癌、喉癌、大肠癌等。三、委中穴。委中穴属足太阳膀胱经，是治疗腰背病症的药穴，主治腰背屈伸不利、颈项强痛、腰肌劳损、小便不利等。按揉此穴可以分清降浊、强腰壮腿，去除腰背酸痛、腿部以及下肢的酸麻，对预防脑癌、中风、膀胱癌等均有良好的效果。委中穴的位置在腘窝横纹正中线处，取穴时可屈腿，膝关节后侧的腘窝中出现横纹，其横纹的终点处即是委中穴。委中按摩方法应采取点按法，即用拇指或食指在此穴位一点一放，同时配合腿部的一屈一伸，或叩击法，即两手握空拳，用全背有节奏地叩击该穴。此部位皮肤较为娇嫩敏感，动作宜轻柔，不宜过分用力。当腰背疼痛，按摩此穴位病情不见好转，反而疼痛难忍时，且不可忽视，应及时前往医院就医检查。四、神门穴。神门穴属手少阴心经，为心气出入之门户，心的动力源泉。神门是心神出入之门，体表和体内的心经气血在此交汇，故神门穴有镇静、安神、宁心、通络作用，主治健忘失眠、心悸怔冲、心烦、胸闷、癫狂等诸症。按压神门穴有助于改善睡眠、保护心脏、提高全身免疫力，进而起到预防肿瘤的效果。取穴时微握掌，另手四肢握住手腕，屈拇指，指甲间所到的凹陷处即是神门穴。按摩神门穴可掐揉进行刺激，不必过于追求酸胀感，想起来便可以随时按揉，一般在晚间睡前按压神门穴效果最好。五、结根穴。结根穴为经外奇穴，又名结癌穴。结根穴可作为一个配穴，可以和其他的穴位一起进行按摩或者针灸，其主治功能广泛，可防治喉癌、咽癌、肺癌、乳癌、胃癌、食道癌等。针灸甲乙经中记载其位置，在足内踝前起大骨下陷者中，其穴位受压后酸胀感明显，日常用手按压时可根据自身的承受能力施力，不可用力过猛，
以免受到损伤。一般采用大拇指按压5到10秒钟后松开揉搓，每日如此反复5次。多吃全谷物、蔬菜、水果和豆类。有证据表明，饮食习惯是癌症的一大类影响因素。人在长期摄入比较多的全谷物、乳制品和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后，相较于其他少食用这几类食物的人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上结直肠癌的风险，达到一定的预防癌症的效果。想要通过饮食预防癌症，建议每天至少食用含有30克以上的膳食纤维的食物，可以在日常饮食中加入燕麦、糙米等全谷物，将土豆、红薯等淀粉类食物当作主食，每天至少要食用400克以上的非淀粉类蔬菜和水果，如绿叶蔬菜、冬瓜等，再食用一些豆类或者豆制品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也喜欢这个视频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